同学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杨老师。今天我们接着来学习一分钟。通过上一课的学习啊，我们知道一分钟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一定要珍惜时间，分秒必争。那么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，我们认识了许多的生字宝宝，也读了许多的词语。接着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课文，看是不是能把课文读得更好了呢？一分钟，叮铃铃，闹钟响了。圆圆打了个哈欠，翻了个身，心想，再睡一分钟吧，就一分钟，不会迟到的。过了一分钟，圆圆起来了，他很快地洗了脸，吃了早点，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。到了十字路口，他看见前面是绿灯，刚想走过去，红灯亮了。他叹了口气说，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。他等了一会儿，才走过十字路口，他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，眼看就要到了，车子开了。他又叹了口气说，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。他等啊等，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。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。到了学校，已经上课了，圆圆红着脸，低着头，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李老师看了看手表，说，圆圆，今天你迟到了20分钟。圆圆非常后悔。小朋友们，今天读得比之前更好了，因为你们认识了更多的生字，并且在家里有练习。那么今天啊，杨老师又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们。一分钟到底能做些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。圆圆因为一分钟耽误了20分钟，所以迟到了。可是一分钟看上去虽然短，其实能做很多事情。那么现在就请同学们来试一试，我一分钟能走多少步呢？试一试吧。有的同学说，我一分钟能走60步。60步有多远呀？你们自己量一量看看能走多远。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里，我一分钟能写多少个字呢？请小朋友们来计时，试一试吧，你一分钟能写多少个字？通过刚刚的测验啊，有的小朋友啊，一分钟能写40个字，这是最多的。那说明我们一分钟其实能做非常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在学习当中啊，我们如果能够利用好每一分钟，能够抓紧每一分钟的话，我们将学到更多的知识，学得更好。所以一分钟它非常的重要。好了，接着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篇课文需要我们学写的生字。请小朋友们打起精神来，抓紧课堂的每一分钟，我们来学生字。第一个字，钟，闹钟的钟，这个字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，它的部首是左边的金字旁，右边是个中间的钟字。写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下啊，这个字的左右两边它的在田字格中的站位。这个字啊，左边的金字部略窄，右边的略宽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上下的站位。左边的金字部略短，右边的
这个中字啊略长，那么我们写的时候就要注意了，哎，左右两边的大小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啊。好，接着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字的笔画顺序。撇、横、横、横、竖、提、竖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。好，左右结构的生字从左往右写，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笔画，来把这个字写好。首先第一笔这一撇是金字旁的第一步，它写在了田字格的左边，起笔较高，稍长，在横中线下方收笔。第二笔横要短，看到没有，它靠近竖中线，却没有超过竖中线，非常的短，写的位置呢也偏上，与这个撇的中上方相连。好，下面的两横略长，但是间隔距离啊一定要匀称适中。一横写在横中线上，另外一横写在横中线下，而且这两横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左边低右边高。最后一笔这个竖提，竖不能太长啊，穿过下面这一横不要太远，就往上提，提的收笔位置不能超过竖中线，这就是金字部的写法。好，再来看右边的中字，中字的第一笔竖写在了竖中线上，第二笔横折是横略长，折略短，第三笔横在横中线上，最后一笔竖是一个长长的悬针竖，也就是起笔重收笔轻，保证下面的这个竖的收笔是一个尖尖，叫悬针竖。好，这就是中字的写法，请小朋友们照着这个字来写一写吧，把它写好看。写完以后和杨老师一起来读一下它的词语。闹钟，钟情。闹钟响呢，圆圆起床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生字，圆，圆圆。好，这是二字加一个儿字部，这个字的部首呢是一横，在查字典的时候我们查一横就可以查到它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分为两个部分，那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上下结构，那么写的时候必定是从上写到下。如果我们把二字部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话，儿字部看成一个整体的话，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大小。这个二字部呢它略小一些，占位比较小，儿字部占位要大一些，所以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笔画顺序。横、横、撇、竖、弯、钩，一共是四笔写成，从上写到下。注意的是，第一笔横要短，写在田字格的上方，中间位置，而且是左低右高。第二横略长，要写在横中线以上，左低右高。第三笔撇，连着第二笔横的左边的位置啊，起笔往左下撇。最后一笔竖弯钩是挨着竖中线竖下来，再弯钩，弯这里一定要圆润，不能写成一个直角啊。钩要往上钩。好，这就是圆字的写法。好，请同学们照着这个字啊，好好的写一写。写好以后和杨老师一起读词语。元旦，单元。元旦节到了，同学们都在准备表演的节目。元旦，单元。我们在学习课文的时候啊，总是分为几个单元，那么就是相同，把不同的或相同的一些事物并列在一起组成的一个整体，我们称为单元。一单元，二单元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字，喜。喜，喜字呢，左右结构，部首是三点水旁，
左右结构的字，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左右结构的不同的大小。左边的三点水窄，右边的仙字占位宽。左边的三点水占位短，右边的仙字占位长。好，那么写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啊，左窄右宽。好，请同学们跟杨老师写一写这个字。点、点、提、撇、横、竖、横、撇、竖、弯钩。看清楚了吗？好，三点水，上面两点要在横中线上，下面的提要稍长，写出来以后一定要保证三点水成起笔位置成一个弧线，这样才好看，不能写成一个直直的竖的三点啊。右边的仙字可以看成是两个部分，上面是牛字没有下面的那一竖，就是牛没有尾巴，下面是一个儿字。我们首先先看上面的啊，撇起笔不要太高，和左边的第一点的起笔位置差不多，要短，是一个短短的撇。再写横，横不能太长，左低右边略高。竖，竖的起笔要高，在横中线收笔。下面是横，横的起笔位置在撇的收笔位置处，往右上角略略提高。最后再写下面的儿字部，同样的最后一笔竖弯钩，一定要注意弯，这里一定要写圆润一点，不要写成一个直角，钩往上钩，这就是喜字的写法。好，请同学们写一写。写好以后我们读词语，清洗，洗衣。妈妈正在清洗我的玩具。洗衣，洗衣是非常辛苦的。接着看第四个字，共，共，共字，它是上下结构啊。我们的这个字的部首是下面的八字部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件呢，上面的这个部件啊，它占位非常的大，下面的八字部呢，它占位要小一些。写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上大下小。好，写一写它。横、竖、竖、横、撇、点。看清楚笔画了吗？横、竖、竖、横、撇、点。好，一共是六笔写成，一定要注意它的笔画顺序。第一笔横，在横中线以上，左低右高。第二笔和第三笔竖，我们要看清楚啊，左边的这一竖起笔要低一些，右边的这一竖的起笔要比左边的这一竖要高。发现了吗？左边的竖起笔低，右边的竖起笔高，最后再用一横线把这两竖给立起来。好，那么下面的这一横呢，要写的长一点，起笔左边略低，右边略高，把上面的这个部件写大，最后再写下面的撇、点、八字部，这就是共字。好，请小朋友们写一写。共字的词语有一共、共产党。教室里一共有15个同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共字。乙，有的小朋友一看到这个字就特别的激动，我认识了，这个字是乙不是己。对了，这说明你们上一堂课非常的认真，而且平时也非常的注意观察。乙字是一个独体字啊，我们查字典的时候就查这一整个字，它是由三笔写成的。好，请小朋友们仔细看它的写法。横折、横、竖、弯、钩。横折写在田字格的中间上方位置。这个折呢，注意啊，略略的往左边倾斜一点点。再写横，连接横折。最后竖弯钩起笔略高，超过第二笔横，
哎，一个大大的竖弯钩，竖略短，弯略长，钩要明显。这就是椅子。哎，注意的是这里啊。第三笔竖弯钩要出头，才读椅。好，它的词语有已经、而已。我已经做完作业了。这就是已字。接下来看金字。金。好，绞丝旁又是一个左右结构的生字啊。左边窄，右边宽。哎，长短差不多一致，没有很大区别，但是要把左边的绞丝旁要写得略窄一点，右边的要写得略宽一点，这个字才能写得好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笔画顺序。撇折、撇折、提、横撇、点、横、竖、横。好了，从左写到右。绞丝旁的两个撇折要注意，撇略长，折略短。哎，上下两个撇折要，上下并列，然后位置的这个间隔距离呀，要匀称，最后一提。右边的第一笔是横撇，起笔呢要比左边的绞丝旁要略低，撇的收笔位置刚好是在中心位置，也是在第二个撇折的收笔位置的上方。接着写的是第二笔点，横撇点，这是右边的上半部分的写法。下面是个工字，工人的工，写的时候要注意上横短，下横长，中间一竖不要太长。这就是金字。好，看清楚的小朋友，请你试着写一写它。写好以后，我们一起读一下词语：经过、经常。我在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家文具店。经过。好，经常。我经常和妈妈一起去打扫楼道间的卫生。好，这就是金字。最后一个字，坐。坐，坐下的坐，表示一个动作，所以它没有广字头啊。坐字是土上坐了两个人。那么怎样写它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笔画顺序。撇点、撇点、横、竖、横。先写上面的两个小人并排，再写中间的土字，就是坐字的写法。好，两个小人的撇起笔略高，在田字格的上半格起笔，收笔在横中线。哎，发现了没有？两个撇的位置和大小都是差不多的。好，然后再写点，哎，撇点、撇点，把这两个小人写好在田字格的横中线上方，然后在中间位置的写一短横，再沿着竖中线超过人字的最高处写一长长的竖，最后写一长横，把这个字拖住，也就是把上面的两个小人拖住，这个字就写好看了。好，请同学们照着写一写。好，写好了吗？好，我们写这个字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把中间的这个土字部要写好，下面的是第一横短，第二横长，然后中间一竖要沿着竖中线写，而且写的特别的长。哎，刚好是让这两个小人坐在两边。那么这个字的部首呢，也就是这个坐字当中的土字部，我们查这个土字就可以在字典中查到这个坐字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一下词语。坐下、坐车。请你坐下。坐车。我上学要坐车去。
这就是做。好啦，今天我们要学的生字已经讲完了，那么下一堂课我们再接着学习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